走，走。喂，大佬，你条就咁啊？警察办案啊？差佬有冇证件啊？哇，真系犀利喎！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啊！诶，师傅啊，阵间咧我哋要拉一个毒贩啊，可能人手唔够嘅话，要你帮我忙得唔得？冇问题啦，我由细中意做警察嘅，一定配合嘅。多谢你啊！唔使，警民合作。好。这次蹲守任务由我统一指挥，我带响铃在现场，三平县的两位同志策应，你们几个在周边埋伏，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轻举妄动。没的没野有没婚钟老海，好啊，唔该啊。田队，田队，刚才进来那个人有问题吗？他讲的是粤语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是的。哥，我感觉小卖部那老板是警察。好。蔡老走。哎，老板，有冰淇淋吗？走开。喂，阿Sir，被伙计被你打紧啦。你快帮我前面截住佢哋，佢哋好恶噶，可以攞车撞佢哋。得，帮你几步，快啲去，快啲去，好。喂，走啊！喂，啊！你们扑街，放手去啊！放手啊！阿伟是吧？等你很久了。我是阿昌啊，1000公斤。我是黄宗伟。